神主牌是你惹不起的。抓名牌，说要把祖先的手指头，因为有手才能抓。拿了一把菜刀，他开始劈神桌，然后劈祖先牌。这个女婿他就开口，开口的声音呢，就完全是这个老丈人的声音，一把把那个祖先的牌位就抓起来，拎了就走。